国境之南，你知道吗？南洋风味，香的耶！你是冲啥？检查浴池啊，如何？干净的，很干净吗？这浴池没有垢，没有垢，没有垢，可以泡。这梳妆台实在太高级了，不禁让我马上使用了起来，我满意。同小只的吹风机上课，就啥啦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毛爸，我是五毛妈。后面这一栋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，位于垦丁的沙点民宿哦，是看起来很有南洋风啊。Yeah, pretty good. Good. 那等一下就来为大家介绍房间的部分啊。Okay, go. 我们现在进来到房间哦，我们在他的阳台。Yeah, good view. Good view. 看一下，这是阳台，还颇大的，而且它的 view 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是因为我们懒惰，不想要住三楼，不然三楼的话没有这些树挡住的话，是无敌的海景哦。对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边都是海。嗯，这里海。我们今天入住的是海景双人房。这样子两人加五毛，总共是1980。哇哦，八个！不用宠物清洁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给我这样子比。你要配置，我知道。跟各位报告一下它的地理位置：沙岛贝壳沙展示馆的对面。哦，好近哦。嗯，你看完。贝壳之后就可以直接过来住了，没错啊，但是要预约啦。对，要预约。那距离鹅銮鼻灯塔是3分钟的车程，龙盘公园是6分钟的车程，哇、wow. ！船帆石是4分钟的车程，垦丁大街是8分钟的车程。Wow. 你们说它便不便利？超便利！哇、wow. ！好的，那再来我们来介绍它房间里面的设备喽。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浴池，不在厕所里面的浴池怎么这么浪漫啊，噔噔噔噔，耶耶，跟你讲，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可以泡澡，看着外面的景色，是坐两个人，好浪漫哦。Yeah, 是不是很浪漫啊 ？So sweet， 来晚上哎、欸，晚上在这边泡澡，然后仰望着天空，你看，然后看星星，哇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是不是很棒？然后浴缸的旁边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具有南洋风味的一张床，加大双人床。是不是有个浪漫的？哎呦，我不免要试一下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跟着老师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跟老师动一动，动动动动，包好睏呢，包好睏呢，对，这肯定好睡，因为超 Q 弹的，真的。例行公事是检查，好的，这个床单没错，检查不能只有检查一部分，好的。整个要给它掀起来，好，看有没有污渍 ？Yep, good， 非常的干净，没错。枕头一样，干净，哇，真的很干净耶。它这一间连地板我都会直接赤脚走，都没有刷刷的尴尬。嗯，而且很舒服。嗯，再来是。床的两边，床头柜都有插座哦、嗯，只是右边这一侧它有一个那个夜灯哦，所以它会少一孔。是的，然后这边有两孔，这边有两孔，嗯，哦，被这个遮住了啦，哦，这边有。再来是床的正前方，噔噔噔噔噔，一台大同约莫43寸的电视机。OK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古典的电视柜哦， oh. 对啊，然后杯瓶、毛巾啊、浴巾都放在这下面，还有吹风机、三洋的冰箱，有一个小巧的冷冻柜。我们东西刚冰进去，目前来说是有凉的，
不良，我明天早上会跟大家讲。它有附牙膏、牙刷、刮胡刀、梳子、棉花棒、牙线棒，还有浴帽。是的，欸，这个是环保的牙刷，欸，再来是茶包，它附的是玄米煎茶。哦，这好高级哦。然后再来是两瓶水。没错，我刚刚喝了一点点。我们往左边看。Yep。What's happened？ 你有保重啊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。再来这边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台。是的，是不是很梦幻啊？梳妆台上面有个快煮壶。OK。最让我惊讶就是杰克杰洗手槽，哇 ，so special， 洗个手啊，很方便。他可能想说，如果另外一个人在厕所在干嘛的话，那另外一个要只是简易的洗个东西。就可以在这边用，嗯，欸，像五毛他们早上吃生食，然后生食用完之后洗碗啊，超方便的，真的超方便的。对啊 ，OK， 哎，hey ，来，哦哦，哎呦，啊，这下面怎么有这么可爱的，还靠地板哦，呀，yeah ，哎呦，开心开心哦，你看这地板好漂亮哦，它这个瓷砖啊，还有花纹，而且不一样的哦。对，哎，欸，我觉得他真的很用心，这一间真的。墙上这边木质的衣架，嗯哼，挂钩衣架，哎，欸，这个很可爱耶。在左边这一扇如此有质感的木门，呀，yep ，里面究竟是什么呢？究竟是什么呢？本少，来，哇，好漂亮的紫色哦。这个简直就是突然间会粉红泡泡一直出来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好适合你哦，有没有适合我啊？有有，那来唱一首《玻璃心》。OK， 来。还没练，还没练哦。我只会台语歌。好啦，认真一点来。这边会看到马桶，是的，小巧精致的洗手台。对，小而巧，它小巧，这个不知道巧而美，好古典哦。嗯，好可爱哦。对，你喜欢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来，我们会看到它的备品，是不是很高级？有多高级？法国密码的洗发精、沐浴露。哦。隔壁这一个是润丝巾。哦。我跟你讲，我通常遇到的都没有润丝的。然后我每次住宿完这个都像扫把一样。对，我是会使用他们的沐浴巾跟沐浴露的人。因为我会看说好不好用，好的，所以它好贴心哦。Yeah。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，Yes， 重头戏啊！这一个怎么那么像话筒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欸、喂喂，你好你好，喂，我等下嘿，刚我上稿啊，上稿未？等下嘿，迄个巧克力嘛吼，系啊系啊系啊，两百箱两百箱嘛，两百箱啊上稿，系啊系啦，啊只要你背死啦，上稿啦。哦哦。幸好它是开花状的外撒，它本来小，然后变大，对，所以呢，将来松 OK OK 啦，然后水压也 OK， 对 OK。那厕所的空间其实也蛮大，只不过它不是干湿分离，这一点稍微比较美中不足啦。对对，但是幸好的是，嗯，它的厕所这边是有门的哈。再来，我们这一间阳光如此的充足，等于是西晒嘛。Yep。 嗯，最怕什么？最怕热，呀！此时此刻就是测试这台冷气有没有效果了。我们往头顶上一看，和联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到现在没有觉得很热，而且还可以就如此调都没有问题，代表说超凉的。呀，记录吧，来，不会。不要随便 Q 我不会的东西，我只有学过国标，好吗？哦、真的、哦，华尔兹也可以，华尔兹也可以啊、哦。嗯，它房间其实蛮大的，不会说让你觉得小，因为你看哦，中间这里，嗯，对，有没有？这边到这边的宽度，我有一六一。对，你看它其实整个是一六一的一个宽度，哎，然后这边这个桌子其实很宽，所以它房间从房门这个地方走进来。一直到外面，有没有？都非常的大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早餐喽。
Hello, good morning. 大家早安啊，我们已经用完早餐了。这边提供的早餐是早餐店的早餐。对，而且它的早餐分量蛮大的。对，嗯，是三明治啊，它有点总会那么大的这样子。对，还蛮好吃的其实、嗯。然后还有红茶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来讲一下一夜之后住宿的心得啦。这个床十分的好睡，非常的好睡，我极喜欢的呀，满、yeah. 意满意，你看我春光满面就知道，真的睡得很好，真的第一次外宿足足睡了八个小时，你睡那么久？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中间会醒来，对啊，因为可能不太习惯，可是这一间完全不会，嗯，然后还有冷气，真是强到我就觉得我身在北极嘛，真的超凉的，超凉的，然后一度就是一直调高温度，已经开到27、27了。它的冰箱，我跟你讲，冷冻真的就是冷冻，超冷，因为我冰那个生食啊，早上起来整个硬邦邦，然后以干净的程度来讲，它真的很干净。非常的干净啊，里面各方面它的设备其实都用得不错。对，那看得出来它的建筑体这一些当初应该也花了不少钱。嗯嗯，还蛮费工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民宿的主人人也蛮 nice 的，很好，对，很健谈啊、嗯。然后人也很友善哦。嗯，对，那他也是不分犬种，然后不分毛数，然后也不收宠物清洁费、嗯、那你又有海景可以看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收你这样子的价钱、嗯、CP 值真的很高。来垦丁我觉得有这一种南洋风格的设计我觉得还不错。 OK， 所以我们住得很开心咯、嗯啊、记得一定要订阅哦，爱起赞哦，爱起赞哦，然后给分享给朋友哦，爱分享哦、嗯、啊，快订阅哦，最重要的哦、啊、嘿，那每周三和每周日的晚上8点会更新影片，要准时收看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跟各位说拜拜啦，拜拜。